看看新闻网。怀孕接近七个月的杨幂15日自曝休闲喝下午茶的影片，准妈妈准备了蛋糕和茶，看来胃口不错。而最大亮点就是片中素颜的她巴掌脸尖下巴，和怀孕之前完全没分别，依然犹如少女般。网友们观看影片后都表示很羡慕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